Happy Baby Happy Cookie 哇我听到小朋友耶哇好可爱哦三岁了太好玩了你会陪妈妈做饭吗她会就是厨房会她有一个小椅子她可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看哦，真的哦所以她平常做饭就喜欢看你做菜就对对、哦、太好了她在家也会自己玩那个煮饭哦，太好了有这么棒的妹妹真好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个焗地瓜起司蛋好那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这个是休闲锅这是瑞士的休闲锅然后我们要先把这个地瓜给蒸熟好那一般来讲那个地瓜蒸熟我们可能会放到电锅好那用这个锅子更快好而且水只要一点点就好然后剩下我们要把它做成像一个甜甜圈一个甜甜的感觉然后还要焗烤好那这个我们因为有一个行动烤箱还有这个黑魔法锅那就省事很多不用烤箱也没有关系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地瓜皮给刨掉好所以平常在家带小孩又要做饭会不会觉得很辛苦超忙的超忙对啊好那帮我们切滚刀小心哦对小心请妈妈要小心对老师再过去一点好关心妈咪哦好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地瓜倒进去锅子里面我们只要5分钟就蒸熟咯好我们5分钟到了看一下蒸熟了来可以试一下对哇你看这个都蒸熟了太好了对非常快好那我们要把它捣碎然后我们把地瓜先放进来耶好差不多了它变泥就可以了那我们打一颗蛋进去好就是让它可以比较湿润一点我放一点点盐好放一点点盐一点点就好了好我看一下哦打开看一下哇非常可以耶妹妹这样满不满意这样可以吗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可以哦好那我们就来煎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个锅子好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圆圆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弄任何的模型我们先把它铺上来不用抹那个油基本上因为它是不粘的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去抹油好然后稍微把它铺平一下好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对我们不需要再弄模型了好等一下让你帮我挖我要弄这个你要弄这个哦好啊那给你弄会不会好再把它补满就是它旁边一定会有这样子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空隙我们就把它补满好就把它倒上去好我们就把它拨进去就好了好然后我们上面要放上 cheese 就这样哦上面我们就放 cheese 哦对这样你会了吗放这边对你看这个锅子都不粘我们就这样一分就开了所以就不用担心谢谢你好那个我的行动烤箱要拿过来就白色那个好我们只要把它起司融化就可以咯好了你看耶、yeah! 好漂亮哦谁做的耶、yeah! 好厉害哦一个你要几个两个再三个那这个要给谁吃
妈咪哦，那这个要给谁吃？最大的要给谁？给谁吃？哟，我吃两个、哦。又是妈咪哦。老师，这谁做的？我的。你的啊、哦？举手，谁做的？一二三。耶、yeah! ！好，完成。